大家好，我是大野猪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感谢大家的点赞三连支持，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消息吧。在今天的活动中，钟离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？在和钟离的对话中，他透露，在璃月的西北还有一个叫俏英庄的地方，当地的饮茶习惯与茶文化均有不同，这里指的是和蒙德不同。在这几句对话中，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是，璃月还有一个地方叫俏英庄没有开放，感觉米哈游将来会以俏英庄来宣传一波我们的茶文化。最后钟离还是老习惯，记在往生堂的账上，你从璃月跑到蒙德来喝茶不给钱，然后还要我们跑到璃月去要账，请问一下，你的茶钱够来回的路费吗？以后出门的时候记得把达达利亚带上。那么俏英庄的大概位置，提瓦特图研所已经给出了答案，其实在 2.4 的每日委托中已经提到过这个地方了，而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，米哈游在开放一些新地区新角色以前都会做一些铺垫，而这个俏英庄之前出现在了 2.4 的委托中，现在又出现在 2.5 的活动中，看来时装的概率是非常大的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然后根据图研所给出的位置，野猪我特意去查看了一下，就是这个地方往前飞啊，往前飞我们慢慢看啊，大家可以仔细看，在前面确实是有桥的，对不对？跟那个清澈庄的桥非常的像，所以很有可能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山与山之间的桥，然后一去俏英庄。大家可以看前面那块区域真的非常的像啊。这里先预祝所有观看视频的朋友小 body 不歪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野猪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另外璃月还没有开放的地区还有陈岩和黑岩，陈岩的话 2.6 就开放了，黑岩厂会不会和须弥一起开放？说完璃月，我们来说一下蒙德未开放的区域。首先是蒲公英海，这里萨基说的绿衣服白袜子的哥哥应该就是温迪了，绿衣服白袜子。根据目前很多玩家的推测，蒲公英海应该是在蒙德的西北方或者偏正一点，就是上面。接着是蒙德另一个未开放的地区，和琼斯对话可以了解到，他是在金夫港遇到了勘定奉行的人才会去道奇的，而优拉也是在金夫港救了燕飞，所以金夫港肯定是在蒙德的。另外和这位亨利对话，他会告诉我们，他本来是想从金夫港雇船去那个风之岛的。野猪，我把浪船开到了蒙德，正前方的岛屿就是前面 NPC 提到要雇船前去的。那么在蒙德的这个周围是没有港口的，如果我们继续往前啊，继续往北方行驶，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是有一块大陆的，对不对？这块大陆应该从那边看应该是连接蒙德的，然后我们再往前开开开开开，哎，派蒙就出来了，所以金夫港应该就是在前方。这大概就是蒲公英海和金夫港的位置了。如果按照蔡总说的一年开一国，那么估计后面这些区域性地图也会开放，哇，内容还是很充实的后面。而金夫港和蒲公英的上面很有可能就是至东了，对不对？让我们一起等待原神的更新吧。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抽卡圆梦，关注野猪，每天会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，谢谢大家。